뭐 나서지 말아 내 살을 지켜야 한다. 니네 누군지 모르지? 李焕加入皇帝集团首战，吓坏了身旁阿伟，两人成功带回欠款，找总裁长河汇报。长河拿起几打马内扔给李焕，只见他拿起钱站起身，把钱扔了回去，对着长河说道：“我们两不相欠。”然后转身刚要离开，被长河叫住，表示搞出事人人都认识你不怕。嚣张的李焕回过头表示：“我自己处理。”长河欣赏他的本事，叫他继续为集团效力，提醒他永不能当饭吃，只有背靠大树才能生存。李焕眼神坚定，暗下决心一定要混出模样，随后拿着奖金来到餐馆喝酒。昏沉之余回忆起黑帮闯进家门，父母双亡。隔天清晨，长河沿海岸线跑步，黑帮三辆豪车紧跟其后保护安全。长河停下时，手下立刻下车送上水，擦擦汗后命令手下叫池小姐监视老头，好好服侍，有什么情况立刻汇报。说罢长河上车赶往会所。阿伟带李焕一同前来，李焕初见池小姐一见钟情，骨干们交流时他一句也听不进去，只顾着欣赏池小姐的一举一动。옛날일다이제보고여기서다시한번시작해봐라예너무웃게이봉띠아죽으라는거아닙니까뭐꼬라보이십자수가뭐꼬라지파보가씨발놈이오마라叫嚣的辫子被大哥一拳打碎几颗牙齿。天亮后，李焕正式开始黑帮生活，为了拉拢更多业务，各处粘贴贷款标签。闲下来时满脑子都是池小姐妩媚身姿。看着阿伟屏幕上的棒球投注表，一顿疯狂操作后叫走阿伟，一闲下来就和会所的小姐们混在一起打牌，他陪着阿伟度过了漫长的小弟生活。这时阿伟看到棒球开奖结果很是震惊，李焕帮忙压的号码全部大满贯，阿伟兴奋地蹦了起来。可李焕不拿下池小姐，整天无精打采，时常到会所门前只为多看他一眼，池小姐欲擒故纵根本不搭理他。无聊的他只好沿着马路走回家，这时总裁长河驾车赶来，叫他上车顺路带他一起走。长河告诉他做这一行不许有同情心，一旦心软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你的敌人，然后问他帮阿伟赌球赢了是运气还是技术。李焕当球员时不准落住，一直打球的他所以很容易找到爆点。长河一听直接把集团赌网交给他管理，并送给他一辆有身份象征的轿车。박수한번열어봐라연식은좀됐어도삼각별이면어딜가도대접받을게요李焕在大哥长河的培养下逐渐成熟，可他不拿下池小姐事业心稳步不前。他看着池小姐整天陪客人饮酒作乐，因会所是老大的买卖不敢上前打扰，池小姐接触的所有人都对集团有帮助。这次池小姐送完客人后看着李焕走上前，叫醒他店门口不准停车。李焕打开车门准备离开，池小姐敲击副驾驶车窗叫他明天有空一起出去散心。
此时长河向皇帝汇报老虎即将出狱，皇帝叫他小心提防，老虎不会善罢甘休。这时一夜激情的李焕来到豪宅，走到近前给大哥长河敬礼，长河把负责集团博彩的李焕介绍给主席，主席回头瞥了一眼，居然是海边推搡自己的人。来到书房，两人密谋更大的盘，但长河通过各种手段都无法接近议员，主席把自己的账本送给他，提醒长河把里面标记的几个人孝敬好即可。夜里李焕被长河叫到码头，李焕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长河为什么看中自己。长河敷衍回复李焕是一个发达的姓名。哥子，你이환이름이좋다아이가냄새나는이름아이가李焕为了对得起大哥的栽培，集团大小事务通通亲自出面解决，慢慢在整个釜山声名大噪，西装皮革美人常伴身边，他过上了自己曾经梦想的生活。皇帝集团的投资建设项目也在同步进行，直到三年后皇帝集团新的总部兴建完毕，集团越做越大，李焕打假球的事情被曝光。대표님，长河要求李焕将集团赌网关闭，大厦刚拿下赌牌不许惹出麻烦，李焕付出几年心血付诸东流。随后长河质问他没事还去会所，원래는닦으라고있는게지덮고잘하고있는거아니다명심해라。李焕没了赌网，整天泡在游戏厅，辫子走过来照他后脑勺就是一拳，李焕踢翻椅子起身准备动手。내가달아달라했습니까，辫子大哥使眼神叫他冷静，然后转身找老大请求把李焕踢走。长河问跟了自己15年的兄弟你为什么还在，廷茂觉得自己的能力可以帮公司分担事务，长河笑了笑是因为你够忠心，李焕没出格我会警告他一下。眼前大家团结起来，老虎即将出狱。작도我출소한단다，让皇帝集团闻风丧胆的虎哥收监三年被释放，池小姐陪在皇帝集团主席在顶楼看风景。没一会李焕赶到此处，擅长攻心的主席试图拉拢李焕，年轻有为不该屈居他人之下，他们的见面被藏在暗处的廷茂小弟发现。이대굴박이썩어문드러지푼다，廷茂收到消息后将此事告诉长河，提醒大哥再不拿下李焕后果不堪设想。长河想了想把李焕叫到码头，冷漠的李焕给大哥鞠躬后站在原地，长河告诉他这片区域很快集资完毕，这地界很适合做帆船码头度假屋。李焕回到只要有主席就没有办不成的事，长河认为咱们可以自立门户了，赌网的事不要记在心上。우리도폰서손바닥벗어나갖고제대로한번해봐야지，李焕对待自己大哥早已不屑回应无所谓，然后告诉长河我也希望可以自立门户。좋네요，내도스폰서하나물어가제대로한번써봐야될겠네。长河问他下午去了哪里，李焕敷衍他自己有好多事情要办。长河提拔他打理赌网，如今这恩情却分文不值。反观老登主席来到会所，告诉池小姐做人要懂得隐忍时的本分。池小姐听不惯他瞎掰乎，拿起酒瓶倒酒。老登伸手摸向池小姐大腿内侧。그길이수월할긴데。池小姐不停推搡，转过头瞥了一眼老登，痴迷不悟，希望他还中意这支老枪，一把抓住池小姐头发按了下去，搞得池小姐跪在厕所狂吐不止。夜里回到家，扔掉背包倒在床上，李焕心疼的询问他又有客人要你招待吗？池小姐明告诉他我欠长河钱，只有身可以卖，有人买得起我还有不卖的道理吗？李焕得知此事，天亮后找到长河，叫长河把池小姐的债务转到自己身上。알아서합니다，결국덮고자겠다고。长河拿起电话打给财务帮他办理此事。자부담채무이부장앞으로넘기라，이부장이맡은작업장전부따로영업들어가라。这时辫子小弟威胁棒球店老板还钱，拿起棒球棍不停侮辱他，暴怒的李焕来到自己地盘打开门。
이건 내가 오줌 싸는 자리인 거 모르나? 중호 형님이 시켜가. 小弟被打后起身鞠躬离开棒球店，老板看着李焕问：“你是想逼死我吗？”李焕提醒他，就算死也需要还清利息，表示手上不想沾到他的血。 제발 내 손으로 네 피 좀만 보게 해도. 不等老板说话，推门离开。气不过的李焕大白天来到会所，跟池小姐抱怨自己把垃圾打磨成精。现在让别人坐享其成，叫我去继续收账。池小姐劝说他，你就是追债出身，喝点会好很多。李焕和池小姐四目相对，熊熊怒火瞬间爆发。与此同时，长河没有联系到扬帆集团主席，只好请皇帝主席赶到，打给康主席谈合作。搞定后，两人坐车离开时，老虎突然出现。 그림이 영파이네. 수인아 쌍으로 맞춰놔라. 直到长河手下赶到，才将此事化解。皇帝训斥长河棋盘上留下一枚弃子有何用？长河面露凶光，冲进池小姐家中，质问她是不是公私不分了。李焕是我培养的对象，你要敢推她下水，当心我要了你的命。 随后，长河来到桑拿房订好时间击杀老虎，手下们乘坐面包车来到老虎聚集处。辫子给小弟们发放刀具，轮到李焕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辫子问他玩女人有胆子，打架却犯怂。李焕一把抓住西瓜刀，说：“你是对手吗？”停帽对准他的脸部，吃一记大逼兜子。 杀到最后，李焕一刀将辫子带走。廷茂看到这一幕，瞬间傻了眼。上车后，打给长河老虎不在聚集点。李焕驾车赶回池小姐家中，一片狼藉。 看到电视报道棒球店老板跳楼自己立分，他为了完成公司指派的任务，来到丧礼馆，拿起棒球棍，死亡的李金向外冲。走到尽头，转身把钱抛洒在走廊。 长河不停给李焕打电话，他却不接。과연 어떤 모습을 하고 있을까？ 直到他自己回到会所，等候多时，长河质问李焕又来找池小姐了，警告他池小姐已经骗了无数男人，又问辫子是他故意杀害的吗？맘먹고 그런 기가。 李焕回到，随你们怎么想。廷茂冲上前，掏刀将他逼住，刚要动手，长河打碎酒瓶子，制止带人离开。
그만들 개아리 들고 가시라. 앞으로 할 일 많을 끼다. 走出店门，叫手下们都回去吧。来到车附近，老虎叫住长河。 李焕干废了老虎，扔进后备箱。两人坐在车旁吸烟，问大哥想怎么处理老虎。长河不会留一颗刺在眼前。要不那得要俺他同志卖给我，全国不能到了开去吗？李焕二话没说，深夜把老虎带到荒郊野里。老虎到处地下赌场查封，是长河所为。他曾经用卑鄙手段拉我下马，你也一样。你的厄运很快到了，他就是你的大哥。李焕听后抄起铁锹，将老虎送走。 回到家中洗漱时，回忆长河的话：“隔天，皇帝集团顺利拿下扬帆公司，长河成为两家集团的首席总裁官。”这时 ，FBL 冲进门将他包围，检察官冲进皇帝集团搜索犯罪资料。 廷茂在游戏厅被包了饺子，长河走下台，看向憋着嘴的皇帝李凯。检察官把长河保险箱的账本交给李焕。李焕西装皮革彻底改头换面。 皇帝集团总裁的位置，他当之无愧。站在集团顶楼俯视众生，手下大批小弟誓死拥护。李子成做过的位置都被他轻松拿下。风光过后，来到皇帝家中汇报工作。皇帝感觉他已分不清铜锈和血腥。李焕保证自己不会做出格的事，然后在码头旁和高官见面。帆船计划需要立刻启动才好。 高官反问李焕：“你不自立门户，我如何启动你？”李焕心想，要想站在巅峰，需要远离皇帝。随后来到监狱看望长河，继续问到那句当初为何同情我。长河回复：“他不是同情，只是看你有种。”李焕刚要走，长河告诉他不要越界。翅膀硬了的他听不进去半点劝说。 夜里直接带着账本冲进酒店，来到皇帝房间，看到官员坐在那冷笑。高官见情况不对，起身先行离开。皇帝质问他妻子都要跳出棋盘了，还能玩吗？命令李焕坐下。这时检察官从后门走进来，告诉李焕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关系，拿起账本问这都是你贪污的证据吗？皇帝下令把他一刀刀割烂，扔进大海。这时 FBL 冲进门将皇帝逮捕。皇帝看了眼李焕，发现自己被下套。检察官说了句“真是峰回路转”后，直接走出门。 皇帝在被送进检察院，被记者层层包围。检察官认为，既然事情这样，就休息休息。皇帝要求他先把长河释放出来。检察官看着他，你以为这是踢足球随便玩吗？皇帝被安排收监，遇到长河，告诉长河我的另一盘棋即将开盘，到时候我会叫你出来继续当总裁。
夜里李焕来到胡同口，看到经过的池小姐，他没有开始时那样的冲动，坐在车上看着她一动没动。在去公司的路上，手下询问现在风平浪静了，为什么不把你爱的池小姐接回来。李焕表示池小姐从来没有主动找过我，当总裁的人多少都有点架子，表示理解。没想到的是，长河突然出狱回到公司，看着桌上的总裁李焕广告商做事真快。长河派廷茂到保险柜取出真正的账本，检察官返回家中时被长河逮个正着，一把钢刀从脖子插进脑海，饮恨西北。这时狱警给皇帝送来一本厚厚的书，翻开一看，一部手机夹在中间。皇帝接听电话，下令将所有人杀尽。此时李焕的帆船计划顺利进行，签署完合约，看着自己的未来无限可期。这时一旁的渔夫向李焕要一支烟，李焕拿起嘴上的烟扔到地上，甩给他几张钞票。渔夫表示你这臭小子装什么装。李焕回头，瞬间渔夫冲上前，이래가 되겠나? 아니래도 됐다 아닙니까? 저 새끼 지금 애미한테 보내. 우리가 후차 다리까지 아픈 놈 태풍 온단다 들어가자. 낮게 깔린 하늘이 너무 가까워 보인다. 一对小情侣跑到野外准备玩点花火，可就当女孩准备展示绝技的时候，她竟看到了恐怖的一幕。只见不远处一间空旷的厂房内，赫然出现一具面目全非的尸体，旁边还放了一台电子秤，并且秤上堆满了肉块，不多不少六斤五两，正好是死者出生时的重量。血腥的场面让刑警都忍不住狂吐不止，而这才仅仅是这部电影的一道开胃菜。肢解活人，生吞钢针，人体标本，各种奇特的死法令你超乎想象。原片更是全程无码尺度爆表，而这部电影就是被誉为日本版七宗罪的恶魔蛙男。友情提示，本片逻辑缜密，环环相扣，不看到最后你绝对看不到最后。故事开始便是高能。话说岛国这个地方不大，但变态是真的多。有人报警，在一处偏远的隧道中发现了一起害人命案，残忍程度直接将多名刑警吓得哇哇直吐。現場奥克，僕もすぐ戻ります。こちらです。それご苦労さん。只见一具浑身被啃咬到面目全非的尸体，被人用钢筋固定成了优雅的跪姿。死者身上被刷满了酱香饼的涂料。こりゃ石のが開くのも無理ねえな。この通りで遺留品もない。しばらくかかるぞ。旁边还有三只满嘴鲜血的恶犬。犯行に使われた凶器なんですよ。
看来死者是被恶犬给活活咬死的。お前、なんか見てないか。聞き込みの収穫は浜がっぱの人物が現場付近をうろついてたってこと。はい、さよなら。分かった、すぐ行く。果不其然，法医在狗的肚子里找到了还未消化的人体组织，以及一张带血的字条，上面赫然写着“狗食之刑”这三个大字。刑警老聂推断凶手不是男的就是女的，而且凶手肯定是对被害人心怀某种怨恨，从而以私刑审判的手法杀害了死者。これは私的な制裁です。会社は強い恨みを持った人物に裁きを入れます。勝手な事件像を作り上げないよせ。他のパズルのピースはこれから揃えます。很快，警方通过调查，也果然验证了老聂的推测。原来被害人名叫苍蝇拍子。他是一名共享计算机网络财务总监，说简单点就是一家网吧的网管。他生前本是的爱狗人士，可因为近期要和狗毛过敏的男友结婚，所以便抛弃了养育多年的爱犬。难道凶手便是仅仅因此而动手杀人吗？一时间调查此案的老聂也陷入了困惑。あ、君は一体誰に何をされたんですか？捜査中ですので詳細は。唐突な質問になりますが、犬と聞いて何か思い当たる節はありませんか？不过很快凶手杀人的瘾又犯了，他这次要嘎的目标是一个300斤的死肥宅。这死孩子整日沉迷游戏和看漫画，也从不外出工作，说什么誓死也不做资本家的奴隶，每天靠着母亲的接济来生活，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うるせえな、帰れ、死ね。だからうるせえつってんだろ、死ね。这晚他刚吃完晚饭，就听到外面传来一阵门铃声。起初他以为是送快递的，并没有理会。可对方一直在执着地按着门铃，等肥宅不耐烦地走到客厅一看，对方居然在不停地掰着门把手，这让肥宅感到一阵恐惧不安。他以为是遭到了入室抢劫。人います。入ってます。入ってます。僕います。于是赶紧跑到厨房，抽出两把刀子防身。可殊不知，就在他离开的功夫，门锁就已经被撬开。再等肥宅来到客厅一看，外面已经没了动静。但这突然的安静却令他毛骨悚然。他环顾家里的每一个房间，在确认歹徒没有进来后，他终于松了一口气。可偏偏此时，他又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まさかドア裏ってことはないよね。あるよ。在将肥宅电晕之后，凶手将其带到了一个废弃厂房。目が覚めた。君の生活をずっと覗いていたよ。他对肥宅的个人信息了如指掌，并怒斥他是一个只会啃老的不孝子。凶手俨然把自己扮演成了一名审判官。只见他掏出一张纸条放在肥宅眼前，上面写着“感受母亲痛苦之刑”六个大字。判决流程走完后，凶手便开始对肥宅做出刑罚。他拿出一把锯子对准肥宅的脖子，说着就要让他回到刚出生的时候。第二天，一对小情侣跑到厂房游玩，结果就好巧不巧地发现了肥宅的尸体。不久后，警方赶到现场。会社は引きこもりがちだったそうで、それが前触れもなく姿を消したと。他们也发现了凶手留下来的字条，由此推断，这和上一起杀人案明显是一人所为。加えて足跡のおまけ付きか。わざわざ在宅中の人間を狙った明確な殺意を持った犯行だな。母親の苦労を鮮明に依存生活を続けた会社が。だから母の痛みを知りましょうの件。一つ一つをつなげていけば、おのずと事件の輪郭は浮かび上がってくる。犯人は会社についてくまなく調べ上げてる。食って体力つけるのも仕事のうちだぞ。すいません、水取ってもらいます。お次しましょうか。ああ、どうも。お前、会社の方向見たか？あまり直視できなかったもので。お前が被害者で、俺が犯人。犯人が会社の頬肉を刻む。手足を縛られた状態の会社はどうする？噛みつくとか。それも死に物狂いの捨て身の反撃。もしそうだとしたら。犯人は左手の親指に深い怪我を負って。偶然か？それとも。すいません、つい。会社との接点は必ず他にある。犯人は死体を見せたがっている気がします。この手の連中は
連続性が高い。凶手每次都是下雨天出来行凶，有着计划性和强大的反侦查能力。他似乎在扮演着城市判官，专门屠杀他自认为有罪孽的犯人。很快，老聂的徒弟找到了两名死者的共通点。原来，在三年前曾发生过一起轰动全国的凶杀案，凶手将被害人杀害后，还用树枝将其做成了艺术标本。当时嫌疑人在这些陪审团的簇拥下被当场定罪，并且判处死刑反复执行。然而这个嫌疑犯竟然在当天晚上就自己立粉了。而现在的两名死者肥宅和苍蝇拍子，俩人都曾是三年前这起杀人案的陪审员。死刑判决が下されるまでになされた審議の詳細。2名の裁判員と1名の裁判官が。3名はいずれも裁判員裁判で主張していたという点。莫非这是一桩冤案？而这个戴着青蛙面具的神秘人是在替当年的被告人复仇。有了这个推测，老聂当场就坐不住了，只因当年九个陪审员中就有他的妻子翠花。老聂赶紧给妻子打去电话，可妻子却早就把他的电话给拉黑了。原来老聂是个工作狂，一直忙着工作的他忽略了对妻儿的关怀。そっか、今日は。後であなたの手から渡してあげて。どうせ用意してないんでしょう。仕事が立て込んでて。今まで一度だってこの子の誕生日祝ってあげたことないじゃない。终于在他第60次忘记儿子生日的这次，妻子带着儿子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冗談よせよ。今まで散々私たちの気持ち踏みにじっといて。ちょっと待って。刑事としては優秀かもしれないけど。父親としては最低よ。冗談じゃねえ。こんなことあってたまるか。俺が必ず見つけてやる。就在老聂急得无可奈何的时候，凶手居然又开始到处杀人了。当年的主审法官史克一郎在被杀掉后，还被残忍的劈成了两半，一半邮寄给了他的妻子。宅配便です。はい。あれ、あれ。どうしたのかしら。何これ。変なこと書いてある。另一半则快递给了他的情人。何ですか。お客さんからのサプライズやな。だからサプライズなんじゃない。罪名居然是因为他婚内出轨而被判了平分爱之刑。这一系列的恶性连环杀人案立马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并且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全力追查凶手的下落以及保护剩下的陪审人员。然而这边的会议还没开完，另一边又传来了噩耗。本当にこれで50かよ。美容大エステだって金つぎ込んで男をたぶらかしてたらしいぞ。やめだ。どっち。作为复审的女法官，因为只注重自己的外在形象用来上位，她被凶手以永远美丽之行冻成了一具冰雕。而其他的陪审团的成员无一例外都以各种罪名遭到了变态的死亡刑罚。ハリセンボンのマスの毛。如今只剩下老聂的妻子还不知是死是活，老聂急得在原地直打转。嫁と息子が危ねえってのに、なんで俺がこの件から外されなきゃいけねえんだ。他突然想到，妻子有个关系很好的闺蜜叫小慧，于是事不宜迟，他和同事兵分两路。老聂跑到小慧工作的医院。すいません、秋山佳代さんにお話を伺いたいんですが。待って。佳代ちゃん。沢村君。而同事则赶去小慧的家里。喂。结果开门的却是一个男人，男人自称自己是小慧的男朋友，并表示小慧此时正在医院里上班。勤務先ここから5分ほどのところなので、そっちの方に行ってもらった方がいいかと。一番简单的询问后，同事们跑到医院和老聂会合，而在医院里也找到了正在上班的小慧。今自分で何言ってるか分かってる？何も知らないくせに、一人でずっと苦しんでた。裁判員の時も、流産の時も。流産？第二審の時よ。在得知好闺蜜有生命之危时，小慧终于说出了事实。時間がないんだ。信じて話してくれ。うちに。原来老聂的妻子和儿子这段时间都住在他家里，老聂差点被这个愚蠢的女人气得半死。どうして黙ってた？あんたの彼氏とんだ食わせ者だな。警察の捜査にはもっと協力的になってもらわなきゃ困る。小慧瞬间一脸惊恐地叫住了几人，她摇着头表示自己根本就没有男朋友。听到这话，几人瞬间傻了眼。另一边，在小慧的家里，凶手已经摘掉了假发，他把老聂的妻子和儿子装进了储物盒里。然后又将其搬进了车的后备箱里。
その男がいたアパートにはあと数分で容疑者はすでに逃走している可能性も。等老聂等人赶到时，凶手已经开车准备逃之夭夭。然而就在擦车而过的瞬间，敏锐的老聂发现了对方的可疑。他立马让同事上楼调查，自己则开车朝着黑衣人追了过去。拉致られたってのか。かもしれん。お仕事見学の刑と書かれてる。お仕事見学の刑だと。只可惜对方的车技实在太溜。在老聂用对讲机请求支援的时候，凶手抓住机会，突然来了一个出其不意。最终凶手在他眼皮子底下逃之夭夭。父親としては最低よ。一人でずっと苦しんでた。俺は何も知らなかったのか。第一天老聂和徒弟坐在一起重新梳理案件。大丈夫ですか？ひどい傷ですよ。大したことねえよこの上。事件が解決したら飯でもおごるよ。捜査資料開いてあるフォルダに。まだ一人の容疑者も浮上してないってのは本当か？根据徒弟的调查，发现三年前杀人案的凶手是个性格孤僻的孤儿，他无父无母，更是没有亲朋好友。那么到底是什么人要冒这么大的风险替他报仇呢？逻辑上根本就存在漏洞。就在这时，老聂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莫非当年的案子和近期的连环杀人案都是一人所为？この異様すぎる連続殺人の動機が単純に大橋茂の復讐だってことはどうして？就在老聂进行下一步分析时，戴着青蛙面具的凶手突然出现在了窗外。老聂反应过来后，立马就追了上去。别走啊！你加油！结果还没跑两步，就被路上的汽车给撞了。为了珍惜这次凶手露头的机会，老聂让徒弟先追了上去，自己调整好状态，随后就打。你是？どこにいる？そこから右前方。然而等老聂赶到时，徒弟已经被凶手挟持。只见他被悬在了天台的边缘，只要凶手一撒手，徒弟就会当场坠楼身亡。由于老聂身上也没带枪，一时间他也不敢轻举妄动。此时凶手骄傲地对老聂说，当年的杀人案就是他的杰作。君もいずれ僕のミュージアムに閉じ込められる。僕は表現者だ。これまでにも数々の作品を生み出してきた。悔しくてならないよ。大橋茂とかいうわけのわからない凡人のものと世間に。他认为那是艺术品，但是那九个愚蠢的陪审员居然把自己的艺术品给了另外一个人，这对他来说简直是莫大的耻辱。所以他要用杀光陪审团的方式来证明自己才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家，是那个举世无双的天才。而在此时，天空中的乌云散去，一缕阳光照在了凶手的身上。只见他不停地挠痒痒，看样子他似乎在看到阳光后会浑身刺挠。然而下一秒，他就将徒弟丢了下去。随后凶手就从容淡定地离开了现场。この
バカ野郎、てめえは。俺があいつを呼び出しなければこんなことには。なぜ犯人はお前たちの前に現れた。犯人と話しました。動機は敵討ちではなく大橋は冤罪であると。自ら犯した殺人は作品と称して大橋のものと交信を下した裁判員たちに怒りを抱き。他に何か、何か隠してるな。僕には君が必要なんだ。隠しちゃいません。お前のした行為は刑事としてあるまじきものだ。だがその気持ちは理解できる。気分で悪いのか。悪い。窓開けてくれ。今のあいつは犯人を捕まえる前に殺害する恐れがある。危ねえ、危うくジンマシン出るとこだったわ。申し訳ありません。今すぐ作り直します。何ねえバーカ、二度と来るか。事后老聂若有所思，他回想起凶手反常的那一举动，似乎凶手很害怕阳光，莫非他患有某种皮肤病？经过一番查找，老聂得知有一种很罕见的皮肤病，在被阳光照射后就会出现皮肤瘙痒，严重的甚至会出现溃烂。顺着这条线索，老聂开始对所有医院进行逐一排查。そういう患者さんは記憶してないですね。残念ながらうちでは治療しきれません。お役に立てずすみません。最后终于在一家皮肤病研究所找到了答案。这种疾病非常罕见，几百万人中才会出现一个，但女医生却拒绝提供病患的资料。そういったごくわずかなケースの患者がこの病院にいるかどうか。年齢は20代から40代、身長は170センチぐらい。それじゃ誰ですか。今すぐそいつを借りてみせろ。ちゃんと令状を持ってきてください。令状ならここにある。在子弹的威胁下，倔强的女医生最后也只能妥协。霧島早苗。根据他提供的病人资料，老聂找到了郊外的一所别墅。他顺着声音悄悄潜入了地下室，房间里的陈设让他知道自己没有找错地方。墙上到处都是被害死的陪审员照片。
其中还包括妻子的照片以及带有罪名的字条。更令老聂吃惊的是，自己家里的每个角落都被安装了摄像头。就在这时，凶手突然从后面偷袭。等老聂从昏迷中醒来，他发现自己被关在了一个密封的房间，并且头部的伤口还被凶手包扎好了。房间里摆着他妻子和儿子的仿真人偶以及一盒拼图，显然凶手并不想让老聂死掉，而是要跟他玩一场有趣的游戏。看到这一幕的老聂彻底崩溃，他将拼图打翻在地。その調子だよ、沢村刑事。可就当他看向房间门上的密码锁时，他忽然又冷静了下来，因为他明白想要出去就必须要和这个变态玩下去。于是老聂就定下心来开始完成拼图。在这几天的时间里，凶手到点都会亲自下厨，他将未知的肉类搅成肉末，然后制作成秘制小汉堡，到了吃饭时间就给老聂投喂过去。只不过老聂由于太过饥饿，根本就没注意到包装纸上残留的血渍和毛发。つなげたピースはもう半分以上。このパズルの完成図に俺の姿はない。たかが千ピースのパズルにどれだけ時間をかける。翔太とはるかに合わせてくれないか。それだけでいい。頼む。どうやって殺した？生きたまま腐らせることもなく、君は二人の心を殺した。長い時間をかけてゆっくり、クソをしながら、あくびをしながら、じっくりと殺していった。俺が殺した？今さら奥さんと子供と会って何を取り戻そうとしている。初めて誰かと作品を作ってみたいと思った。やめろ。俺は違う。俺は殺してない。殺してないよな。翔太、答えてくれ。答えてくれ。答えてくれ。ごめんな。ごめんな。寂しい思いさせて。必ず俺が助けてやるからな。
终于在不久后的某一天，老聂完成了拼图，但奇怪的是拼图并不完整。老聂在房间里找了个遍，也没有找到一张多余的碎片。突然老聂发现这个拼图空出来的地方正是几个英文字母，随后他便将字母输进了密码锁。果不其然，老聂顺利地打开了钢门。然而他出来后发现这里是一间厨房，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而且到处都是血肉残渣和监控设备。下一秒，老聂又看到了令他头皮发麻的一幕，只见盆中赫然躺着几缕带血的头发。老聂难以置信，他严重怀疑自己这几天吃的汉堡就不是正常的肉做的。还没等他仔细回味，突然又看到一个非常显眼的冰柜，并且上面还贴着他妻子和儿子的照片。老聂不敢再继续想下去，他战战兢兢地走到冰柜前。然后鼓足勇气打开了门，只见妻子和儿子的头颅赫然被摆在冰柜里。看着老聂崩溃绝望的样子，凶手异常兴奋，变态的心理也在此刻得到了满足。大丈夫でしょうか？物がついてる。四六時中休みなく働いて、懸命に生活を支える夫。裁判官みたいなこと言って。表現者だよ。人を楽しませるアーティストだ。何を言ってんの。殺人なんかじゃない。あなたはただの人殺しや。いや、いや。而另一边，警方根据老聂留下的线索找到了研究所，但那位高冷的女医生却依旧不肯透露半点信息。原来早在十几年前，一对从事美术行业的富豪夫妇被人残忍碎尸后拼接成了艺术品，但他们的两个孩子却因为上学而躲过了一劫。记忆中那个男孩就患有这种罕见的过敏症。很快警方翻阅当年案件的卷宗，发现了秘密，两个孩子中的姐姐和研究所的女医生居然同名。那么现在看来，他的弟弟可能就是变态杀人狂，怪不得女医生一直不愿给警方提供线索。另一边的老聂还沉浸在悲伤当中。哪知凶手却突然出现在他身后，面对赤裸裸的挑衅，老聂忍无可忍，他带着愤怒冲过去拼命，势必要为妻儿报仇雪恨。然而整个地下室犹如迷宫，老聂转了几圈也没能追上凶手。然而就在他看不见的转角处，竟然出现了两个蛙男。等老聂追上来时，他用枪口对准了蛙男，可没一会儿他就发现了异常。老聂打开了青蛙头套，发现真是自己的妻子。原来凶手并没有杀掉翠花和他的儿子，冰柜里的人头只不过是凶手用树枝制作的模型。而这场游戏也终于迎来了高潮，妻子哭着请求老聂杀了自己，否则儿子就没法活命。果不其然，此时凶手出现在走廊尽头，并且还挟持着他们的儿子。面对如此艰难的抉择，老聂一时间有了主意。凶手左臂中弹，面目狰狞，但他生命力顽强，居然立马又站了起来。而老聂则伤势严重，倒地不起。但好在千钧一发之际，警方及时赶到，扭转了这危险的局面。凶手见大事不妙，立马撒丫子开溜，可他慌不择路的就跑到了外面。此时天气晴朗，艳阳高照，阳光照射在凶手的身上，只见他的皮肤瞬间溃烂，不久后就变成了一滩烂肉，倒在地上失去了行动能力。裁判だな、裁判員たちがどうやって五人を殺したかを。登場するやつも出るかもな。警方将他送去了医院治疗，而当天晚上，他的姐姐就以家属的身份前来探望。
そのアレルギーは心因性よ。治すには心に残った悪意に向き合うか、もしくは。在病房内，他悄悄将一管毒药注射进了弟弟的输液管，帮助弟弟结束他这罪恶却又可怜的一生。他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姐姐这么一个亲人，如今犯下了弥天大错，也只有姐姐会对他有一丝怜悯和感到可悲。若不是患上怪病，让他无法和正常人一样交朋友，他也不会一直活在阴霾当中。若不是童年时父母惨死，他也不会心理扭曲成为一名变态杀人魔。但最终因果循环，他一路狂杀数名无辜的性命，这是必然不可原谅的。接下来等待他的将是来自地狱的审判，最终姐姐也没能逃脱法律的制裁。康复之后的老捏也回归了家庭，相信他再也不会忽略家人了。而电影的最后却给观众留下了细思极恐的一幕。他每天上班，但一整个白天却什么工作都不用做，因为他只需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用车载上一群明媚动人的女明星，把他们送进深山里财阀政要的聚会中，然后他一天的工作就算是结束了。但就是这样一份简单又高薪的工作，却让上九时常感觉到枯燥乏味，所以他自作主张从一个小检察官手里拦截下来一份关乎老板扶持的议员正途的文件，打算邀功请赏。但他不知道的是，就是这份他本以为能让他平步青云的文件，不但导致了他的右手被硬生生的锯断，甚至还被丢进了疯人院，每天吃着脑残片。可就当包括他的老板以及老板背后已经围成铁桶的利益集团觉得高枕无忧的时候，上九却在两年后带着他的一支以匡扶正义的名义站在了媒体长枪短炮围住而成的演讲台前，举报了打算竞选总统的议员，还有在他竞选中推波助澜的报社、财阀，大选中风头正盛的议员瞬间被来自媒体和民众的质疑淹没了。这场看似不死不休的争斗还得从眼前这个在案头前真字卓句亲力亲为的撰写着新闻标题的李主编说起。李主编是韩国最大报社的新闻主编，虽然他看起来温文尔雅，一副老学究的做派，但实际上也正是他利用自己的舆论导向能力联合起韩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未来汽车的吴会长，利用体量庞大的商业帝国从韩捷银行贷款3000亿韩元用来扶持他们选定的张议员，直至他获得党内参加总统大选的资格。有资金的支持又有舆论的导向，使得站在台前表演的张议员所向披靡，支持率一直在党内高居不下。而上九在第一次见到这位鼎鼎大名的李主编时，也只不过是个初出茅庐的混混。어려보이는데그만큼똘똘한친구지요사고치는거아니요사고칠머리까지는없습니다한잔하시오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上九也不负李主编的重托，把大选背后上不得台面的事情办得漂漂亮亮的。因此他得到了李主编的信任。虽然上九不能如了李主编的愿进入到司法部门，但他还是把手中的产业全权交给了上九去打理。这个东西조금만치려고하니까그렇지공도안보고검정고시봐서전문대라도들어가너깡패왜됐냐뭐그냥뭐그냥양아치로살래너도성공하고싶어서나한테온거아니야아그러면주시면짓지않고예쁘게따라갑니다10분만있다가애기들넣어주고네뇌물공여로들어갔다나와라대대적인선거사범걸고있어그친구가너보고만있지않을거다장피르고나발이고저는형님만보고갑니다很快这些包括夜店娱乐经纪公司等等产业在背后的利益集团的支持下被上九经营的风生水起，同时这些在上九旗下平日里光鲜亮丽的女演员或是女团成员都会成为吴会长与张议员等人的玩物。而上九也再不是那个初出茅庐的小混混了，他摇身一变成为控制着韩国娱乐圈风向的安社长，不管是多大的导演想要拍戏都要听从他的调度和安排。但被高高捧上云端的上九深知自己再怎么风光无限也不过是个风光无限的牛马罢了，想要真正入局成为局内人他还需要一个天大的契机。지금미팅중이니까연장이나갈아놔机会确实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吴社长这边因为贪腐问题下课的财务组长进入了检察官的视野里。뭐야이씨발또라이야똑바로앉아라이씨발로마대한민국검사인데요씨발이양반이검사말을뭐개씨발족같이듣고있네자똑똑히들어너는그비자금관리하다가
한 10억쯤 검찰로 넘어갈래? 아니면 물건 넘기고 집으로 갈래? 可当他准备把检举资料交给检察官时，却被早已谋划多时的上九的手下劫走了。아이 씨발 좆됐네. 형님! 자, 마누라 생일인데 맨손으로 가서 뵈겠냐? 형님! 무슨다! 고마우면 잘해, 알겠냐? 예! 너를 떠난 사람 그때 그나주면서 헤어져 오늘이 시간 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上九就拿到了他想要的入局通行证。但他也犯了一些职场老手犯的错误，他不但对李主编再没了敬畏之心，甚至还将自己的野心全盘托出。왜이리신났어또뭐냐고한겨레행사3,000억을받아갖고미래자동차오나님비자금파일나중에요긴하게써먹을때가있는지두고봅시다 이런여우같은곰을봤나所以等到上九把这份举证材料交到吴社长麾下的赵部长手中时，等待他的并没有预想中的嘉奖，反而是赵部长在背后下的黑手。还有等他再次醒来时，一间宛如白昼的修车厂。안상무사장청소를시키시면청소만해주면되지뭐쓰레기를움직일까나요도청있냐복사본도있어요이거하나써보여기요그거말고이어서그러고요야이씨발놈아아아아아놈아또놈아아아놈아놈아之后的两年里，曾经不可一世的上九在精神病院里每日被喂食一种不知名的药片，成日里不人不鬼，状如疯癫。但一直以来他被李总编最为欣赏的坚韧性格也在这时救了他一命。唯一幸运的是，因为他平日里对手下的关怀备至，所以等他逃出精神病院后不至于没有栖身之处。同时上九也发现，现在在他看来无法撼动的有如钢铁浇筑一般的利益集团也并非是一个刀枪不入的铁桶，因为他发现自己所有的行动都在张议员麾下的警察署长的监控之下。但是让人奇怪的是，张议员却并没有知会他的合作伙伴。很显然，张议员这个一直表现得大大咧咧的台前演员也并非是善与之辈，所以上九利用手下的小朴以愿意提供秘密资金给张议员为诱饵，成功的搭上了张议员，成为了竞选后援会会长。붙어서한젓가락해아닙니다형님드십시오와예형님한잔해감사합니다자리한번더만들어그작반보는것은끝났을거예요紧接着觉得自己终于能不受制于吴会长的张议员不但热情地接待了小朴，甚至还将他引荐给了李总编장의원님좀여기문방사씨정백했습니다박종팔이라고합니다于是上九也有了把自己手下为了替朋友复仇的恩惠送上李总编床榻的机会。然而上九还不知道，当小朴第一次出现在李总编面前时，这个老奸巨猾在民主运动斗争中都能全身而退的老狐狸早就开始怀疑起小朴的身份。한지3개월밖에안됐고요거기대표가건달출신인데요파넘버3까지갔답니다상구파돌만이라고所以这次恩惠以身犯险，一心想要帮助上九拿下李主编一行人，背地里以女色贿赂高官名流证据的举动只能是无功而返了。하여튼잘끝났어요눈치깠어요이강희가아피곤타강희야또못썼냐而至始至终从来都没怀疑过
自己被砍去右手的主使是对他窃听的吴会长的上酒，终于还是在这个雨夜忍不住见了这个曾经一手扶持自己上位的大哥。우리만나서얘기합시다上九对李主编别无他求，一是警告他不要阻拦自己的复仇，二是一向义气的他希望对自己有恩的大哥能早点抽身，别被卷入他复仇之火命运的齿轮里。어떻게형수하고애기들은아직미국에있고지금나한테협박하는거냐아뭔그런순한소리를해요피묻히기싫으니까알아서잘판단하시오나형님 I'll be back. 但上九还是太天真了，他终将为今天贸然而来付出巨大的代价。이개새끼를어떻게잡지개새끼아니미신발恩惠的行动失败，让上九只能选择让小朴利用掌握的张议员的行踪，趁张议员在汗蒸室灌洗的功夫来一手偷龙转凤，把已经拍下证据的手表换了出来。可正当小朴任务圆满结束打算转身离去时，却被张议员抓了个正着。아진평아이고머리잘해여기그러고보니까머리가뭐아주本来寒暄两句就能离开的他却被李主编打来的电话拦住了。박사장이거길맡아서관리하던놈이야알았어내가알아서OK。又是那个灯火通明的修车行，只不过这次被绑架的人换成了小朴，但这次的赵部长可不仅仅只想要他一只右手那么简单了。포트갖고온나이거썰고예어예이거하나썰고저위를열어잘라야안되겠나뭐할말있어요很显然没有几个人能像上九那样挺得住这样的拷问，不出一个回合小朴就把收集到的证据还有上九的住址就全盘托出了。即使坐在天台上的上九远远就看见了那个让他恨之入骨的男人。虽然他以左手受伤为代价全力以赴的情况下解决了赵部长所有的手下，但他也只能是强弩之末昏迷了过去。可就是这种必死之局却被一个上九意想不到的人的出现扭转了结局，而就上九的这个人更是让他醒来都怀疑起这个世界的真实性了。因为救他的人正是两年前被他撬走证据的小检察官武章勋。虽然此时的武章勋看起来和两年前没什么差别，但实际上他现在的境遇和上九比起来也好不了多少。原来出身寒门的武章勋本来也只是个籍籍无名的小警察，但是由于自己并非警校毕业出身，在警察系统里根本看不到上升的希望，所以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通过了司法考试，才堪堪当上了一名小小的检察官。但没有背景和跟脚又不愿意攀附权贵的他，在这个读书都要靠关系的社会里又怎么能有出头之日，所以武章勋才动了办大案入局高层的决心。나잠깐옆에갔다올테니까먹고도있어라안녕하세요내가무슨술상무도아니고부장님이번인사건말이야예양프로가대검가게됐에이씨그새끼가내보다실력이뛰어납니까양프로그새끼장인이청와대라인이잖아내같은뭐거지새끼는뭐나가뒤져라이런거아닙니까这也就有了两年前那次对未来汽车财务组组长的调查。虽然他被上九半路截了胡，即使最高检的检察长都已经向以李主编为首的利益集团倒戈了，但这两年来他仍然没有放弃对这起惊天黑幕的调查，也是因为他像疯狗一般的调查，迫于无奈李主编给他做了一个局。안녕하세요
조양식입니다. 아이고, 예, 안녕하십니까. 알아. 어이, 돈 처먹다가 조국일보에서 잘린 고상철이. 내가 묵은 건 내가 계산했으니까 네 나중에 딴소리 하면 뒤진다. 가. 성명관 부르자. 불러서. 隔天自首的韩杰银行的市行长就出现在了检察厅的门前。这是李主编送给武章勋的一个大礼，但同时也是一个让他寸步难行的地雷。이거뭡니까아직다쓰지도못했는데자나가서해장국이나한그릇갑시다不出李主编的所料，石行长的死亡将武章勋推上了风口浪尖的同时，甚至将他视为自己最宝贵的检察官的身份都险些弄掉了。휴가나좀갔다와라밥도먹고감찰부에얘기해서겨우정직을면했으니까어차피족보도없는새끼꼬리자르기도족고가아닙니까까라면까고덮으라면덮는게대한민국검사야이거알아所以他置之死地而后生，从赵部长的手下救了上九。장피로잡고싶은이유가뭐예요그진짜이유가있을것같은데나쁜새끼들진짜엄청잡았다어마어마했다진짜잡으면뭐하냐고씨발내가경찰대출신이아니거든그래서검사가됐다족같아서줄도없고백도없는내같은새끼는족보도없이검사장까지올라간검사가또있었나지금장피로지지율이 10% 나올랐어너는못본다그런대통령나이용해서장피로잡고싶은거아니냐고그럼나이용하라고뺏은원본이야一个检察官要和一个流氓联起手来，将张议员背后这已经高耸入云的擎天巨兽摧毁至土崩瓦解。这不光是一场关乎于复仇和搏出上位之路的战争，更是赌上了身家性命的绝命厮杀。所以临行前，恩惠最后一次劝诫上九，是否真的要一意孤行？但上九笃定的神情，是恩惠跟了这个一直体恤下属的社长，从来没有见过的。所以他给了上九轻轻的一吻，嘱咐他万事珍重，就踏上了前往异国他乡的旅程。明天就是属于上九一个人的战场了。他最后一次给曾经与他有恩的大哥打去了电话，他也从武章勋给到他的消息中，终于明白了，自始至终录下他们处置证据，下达断去他右手的那个人，就是他这个曾经无比信任的慈眉善目的大哥。但他已经仁至义尽了，因为明天将会成为他们这一群恶行滔天的罪人的乱葬岗。剪去长发的上九，在记者的长枪短炮前，将以吴会长为首贷款3000亿韩元作为竞选资金的事情公之于众。他也因为是涉及案件的污点证人，被暂时关押了起来。而武章勋则是顺理成章的成为此次办理此案的首席检察官。一时间，这个消息的放出，如同在整个韩国引爆了一颗惊雷。张议员在台前苍白无力的辩白，而吴会长则是一贯的身体孱弱，住进了医院。赵部长则是以出差的名义迅速逃往了国外。唯独老神在在的李主编，一番祷告后定了定神，在纸上写下了下一次的新闻大标题。而在武章勋对他的审问中，他顾左右而言他，一直拖延着时间，因为他的后手马上就到了。벌써조간신문나올시간이네어떠어떠하다고보기힘들다祖国报社的早报在这个清晨被送往了全城各处。而上九曾经受雇杀人坐牢，又在2004年时导致炙手可热的女团成员因为忍受不了他的侵犯含恨而亡的消息迅速霸榜了热搜。而被冠上时代的骗子称号的上九，他所举证的一系列罪证变成了整个韩国最大的笑话。但让上九最不能接受的，并不是老狐狸李主编在镜头前满嘴的道貌岸然红口白牙说出来的谎话，而是那个说好了要在国外等他笑容明媚的女孩却死在了郊外的汽车里。而恩惠的死因竟然是可笑的烧炭而亡，毫无疑问杀害证人的罪名毫不意外的又落在了上九的头上。而此时早就移民到加拿大的前未来汽车财务组组长否认了自己曾经见过上九，成了上九满口胡言的铁证。想到就在两天前还嘱咐他一定要万分珍重的恩惠，竟然因为他被残忍的杀害了，这让一向坚韧不拔的上九终于产生了深深的无力感。而武章勋这次怕是真的保不住在他心里重达千万斤重的检察官头衔了。即使他一直以来的如履薄冰，小心的规避着一切会让他名节受损的社交，可千防万防也没防住李主编竟然会对自己的父亲下手。아버지돈받았어요이장우이가그조양미래건설조양식사장만나십니까아버지돈안받았다아닙니까목독방김사장이소개해가
本以为这场稳赢的战争，可仗才刚打起来，他们两个人就在一记记重击中就被逼入了更加艰难的险境之中了。看着就要被移交到看守所的上九，武章勋心里五味杂陈，但没等他唏嘘片刻，一辆黑色轿车就把大巴逼停了下来。接着随着车厢的一阵晃动，大巴车的整个后窗全部被掀了起来。上九逃走了，逃出升天的他却在没了往日里的玩世不恭，他有很多年没有这么暴怒过了。而已经被他打到认不出模样的小朴终于将事情全盘托出了。주원은누가죽였냐주원은누가죽였습니다왜죽였냐이방이찾아와서방을살려고있다고요而此刻的李大主编还是一如既往的云淡风轻，与吴会长说着上九越狱的趣事，殊不知等待他的复仇已经等候多时了。내가북집을장구치니까좋냐고나중에제가전화드리겠습니다손님이찾아와세요형님때문에칼초만못추러왔구먼李江西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还是平静如常的样子，但从他暗中抓起铅笔的举动就不难看出，今天的修罗场他是在劫难逃了。他循循善诱，用他那百战不殆的言语一字一句地寻找着生的可能，但早已对他失望透顶的上九又怎会再次上他的当。주은에는꼭죽여야만했어뭐달라고上九可不会赵部长那么细致的木工活，他从来都是个杀伐果决的人。随着手起斧落，李主编那只曾经握着笔杆子的手也终于是离他而去了。而这天夜里，警局也来了一个带着一只手的不速之客。上九重新回到了监狱，来探望他的武章勋拿到了上九和李江西在办公室的录音，只留下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笑容，还有一句从现在开始我自己会看着办的话，就扬长而去了。但上九不知道的是，拿到录音的武章勋却并没有上交给检察厅，反而是径直来到了李主编所在的病房。这个籍籍无名却拼了命的想往上爬的小检察官终究是没有抵挡住物欲的洪流，他竟然把上九赌上所有身价的录音当做了他成为局内人的筹码。紧接着他官复原职，也终于有资格进入吴会长那个做着见不得光的交易的行宫，他也终于有了觐见未来韩国总统的机会。난전에가여기올줄알았어아유얼굴좋아졌네아감사합니다那一夜琴瑟和鸣，那一夜过后，就在没有阻止张议员成为韩国总统的绊脚石了。而监狱里的上九却没有流露出丝毫的绝望之色，因为一场大戏终于要落幕了。예형님받았냐예받았습니다쫙뿌려뿌려前来巴结前途不可限量的当红检察官的那个和李主编共谋陷害武章勋的商人，此时和全国人民一样，对于收到的视频推送露出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因为那满桌上都像是出生婴儿般一丝不挂的政客、富商以及胜券在握的李主编再也没有了翻身的机会。而作为这次事件的检举人武章勋，这次轮到他站在台前谢幕了。原来上九也意识到了关键性的证据由他一个混混去检举的可信度远没有一个检察官的亲自下场有说服力，所以他导演了这场由武章勋主演的一出叛徒大戏。这次身体孱弱的吴会长再也无法用生病来逃避法律的制裁了，而未来的韩国总统也终是断了自己的演员梦，而在国外出差的赵长务也终究落得了他应有的下场。导演和男主角终究是让这幢广厦高楼崩塌了，但他们依旧没能改变的却是李大主编那一如既往的风淡云轻，更或许有些事即使他们费尽全力也仍然不曾改变过。